来，辛苦大家看一下。有，我看到了。什么都有，对不对？对，而且其实可以耶。好，现在慢跟大家介绍。首先呢，因为洗头嘛，那当然可能出油，你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所以你头皮一定要清洁干净。所以我就以头皮的清洁类洗发精为主。哦，这是头皮的。它头皮的，然后它也可以当日常的洗护，所以就是一小罐，而且滴管，然后很方便这样弄。对，然后就不会漏出来，因为它是用锁的。好，洗发精，然后再来洗完头发，因为其实我注重头皮保养嘛，那它头皮保养包含那个蓬松的效果都可以，它等于是头皮保养的养发液加上蓬蓬水的效果，对，所以这个，所以它也有造型的，也有造型功用。其实我带到外面都会是尽量多功效的，然后就放在一瓶里面，然后再来好吹风机，哇，这吹风机可以，吹风机好小。折叠的，它的风力够吗？这很够哎，换成这个啦，你们。它打开也是正常的 size， 可是它折下来是好收纳的，对对对，而且它有负离子功能，好有负离子，负离子功能好。哇！再来，因为其实像男生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出游玩都不会带完整的电棒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可能再卷半天，对啊，所以我就带轻巧型就一。好可爱哦！好可爱，那个是电棒卷啊，对，它直卷两用。而且它还可以拿来干嘛？如果你穿衬衫、烫衣服、烫衣服、衣领，真的，请本家配夹衣领啊！而且它只是充电式，真的好可爱。你要夹刘海，你要夹发根，你要夹顺，其实都 OK。像慧茹刚刚就戴飞机夹，又是很贵，很多那种小的离子夹，但不够热。测试，因为其实很多 USB 充电它不够热，对，但其实我们出去有时候你夹的是表面跟区域而已，你不用夹到烫到这么搓的。对，其实我试用过，它都是 OK 的。可是它待机时间有多久？说夹到一半它就没电了。它应该你大概夹刘海、发根其实都 OK， 它半小时以内。这个呢就很可爱，对不对？它其实看起来很像香膏，但它其实是头发的。头发的香水，或是你梳理杂毛，哎呦，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做完头发，然后这边很毛，就这样轻轻压压两下，或是女生绑包包头，这边这样扫一下，对，这个取代什么定型液跟发蜡，哦，方便哦，对，基本上我带的都是重点型，但都要一定要很小巧，嗯，但最后因为其实你有用造型产品，你也需要护发，所以我护发一定是带像刚刚刘元老师讲，一包一包的啦。那你造型产品有了，洗护有了，护发也有了。我刚刚就在想说，刘元老师推荐那个一包一包的，那难道头发的没有吗？对，头发也有，而且它有其他款式，还有发帽的，就是一包而已。那你用完就丢了，它也不太占空间。嗯，方便。如果发品类的就很简单，然后如果是保养，其实就是all in one，就两罐洗卸跟保养。保养就对，就尽量我觉得说简单，但是效果其实它都要有多功能可以用。